板音阶不用背，十个人背九个废。记忆直板音阶是每一名学习吉他爱好者必须要经历的阶段啊。但是大部分人呢，都是按照咪指型、搜指型、拉指型的音阶去死记硬背，这个其实是不可取的。就算你背下来了，在实际应用的时候也无从下手。要知道啊，我们学习音阶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音乐的。所以呢，这节课我来为大家分享一个实战中的小练习曲啊，只要按照这个练，你不但可以把直板音阶玩得特别溜啊，还可以自由的转换把位。OK， 咱们先来示范一下啊，只有二十秒左右啊。哆瑞咪发嗦嗦嗦发咪发发发咪瑞哆咪嗦哆瑞咪发嗦嗦嗦发咪发发发咪瑞哆咪哆啦啦啦嗦发嗦嗦嗦发咪发发发咪瑞哆咪嗦啦啦啦嗦发嗦嗦嗦发咪发发发咪瑞哆咪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面的小玄机啊，虽然是简单的一段音乐，但是呢我会频繁的变换把位。那么我们把镜头拉近啊，详细的来讲解一下这串音阶以及把位的转换是如何做到的。 OK， 咱们请出吉他的模拟指板图啊。最上面这条线呢是一弦，最下面的是六弦，这是一品、二品、三品、四品、五品。我刚才示范的那段旋律呢，就是从三弦五品开始演奏的啊。来看啊，哆瑞咪发嗦嗦嗦发咪发发发咪瑞哆咪嗦哆瑞咪发。哎，到这儿我转换把位了。大家看一下啊，在咪发所在的这个蓝色圈圈的矩阵里面啊，也有一串哆瑞咪发嗦拉西哆的自然音阶，并且呢，这串音阶的音高啊，与红色区域的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我们从哆瑞咪发跳到这个把位之后呢，继续走啊，哆瑞咪发嗦嗦嗦发咪发发发咪瑞哆咪哆啦啦啦嗦发。哎，到这儿呢又转回到红色圈圈的把位了。啦啦啦嗦发嗦嗦嗦发咪发发发咪瑞哆咪嗦，再转回去啦啦啦嗦发嗦嗦嗦发咪发发发咪瑞哆咪哆。我们在换把位的时候呢，一般都是等到旋律进行到瑞与咪或者是嗦与拉的位置换把位，尽量别从这个咪啊直接换到这个发啊，因为距离太远啊不好记，容易按错。从 re 串到咪之后啊，你就能很快的通过这个指型找到这串音阶啊。从拉串到 so 呢，又能快速的通过这个 so 找到属于它的矩阵。老铁们也可以把这个指法啊做个截图，找一些其他的简谱弹一下啊，每逢遇到 re 与咪或者是 so 与拉的时候，就尝试转换把位就 OK 了。OK， 如果觉得视频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请帮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如果你也在学习吉他，不要忘了关注我啊！每天呢，我都会跟你们分享一些学习吉他的小窍门、好方法啊。视频每天持续更新，自学吉他其实很简单，咱们明天见。